干这一行呢，就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义卖的形式啊，把这个善款能捐到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手里。这半个月时间吧，我们大约是在，预计啊，大约是在10000份左右，来就是能筹集到更多的善款。然后所有的款项专款专用，用于刘大哥孩子的这个病上。